王凯空窗到底多少年了？掐指一算，至少十年。早在二零一六年，王凯参加《鲁豫有约》就曾提到，自己在上一段恋情中受到了伤害，感觉很难再爱了。所以在择偶问题上，王凯一直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会尽量避免同行。在他看来，两个人的工作都无规律，必然会影响家庭和睦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那段时间王凯工作急忙，他几乎每天都在片场度过。 根本没有时间去认识行业外的异性，所以也就更别提谈恋爱了。但是王凯的父母不知道儿子有多忙，他们还以为这是王凯因为不想结婚而找的理由，所以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催婚。直到有一次，王凯的父母跟着他同吃同住同行了半个月，两位老人这才看到了儿子工作实在是太多。那次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对王凯说：“以前我们总是催你结婚生子，以后我们只希望你健康快乐。” 父母态度的转变让王凯非常感动，随之而来的便是深深的愧疚。自从二十岁离开家，王凯便总是为自己的梦想奔波，留给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尽量多陪陪父母。可惜老天似乎没有听到王凯的愿望。二零一六年，他的父亲便被诊断出了肺癌。二零一七年，王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，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状况已经不容乐观。 连春节也是在医院度过的。得知儿子居然能够在央视春晚上表演，老人家觉得骄傲极了。而王凯也认为这是他送给父亲最有分量的成绩单。就在那个春天，王凯的父亲不幸去世了，这对他和母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同时，王凯也开始反思，自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事业上，是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？ 就在这时，一份体检报告单让王凯更加紧张起来。在王凯的父亲因肺癌去世一个多月之后，王凯在跟剧组去东京工作时，在别人的劝说下，顺便做了个体检。原本他以为自己年纪轻轻，身强体壮，做体检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没有想到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东京的体检中心给他打来了电话，称王凯的肺部发现了不正常的影像，并建议他再去做一个检查。 这一刻，王凯整个心都揪了起来。讲到父亲就是因肺癌去世的，他的内心就更加不安。不过，万幸的是，在经过细致的检查之后，王凯得知自己的肺部只是有点小问题。那年的四月份，王凯在社交平台轻描淡写的透露了一下自己的状况，并表示将有一段时间不能与大家见面了。而在经历了一场手术之后，他渐渐恢复了健康。这次患病的体验让王凯看清了很多事情。 他放慢了匆匆忙忙的脚步，想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。如今四十一岁的王凯依旧单身未婚，但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这许多年过去，王凯圈内的好兄弟们一个个,个结束单身，娶妻生子，只剩下王凯一人孤身一人，穷穷竭力。以前是因为工作忙，王凯曾在一次采访中无奈地说：“忙的你没有太多时间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不仅仅是谈恋爱这一件事情。” 拍戏忙起来，王凯喜欢的茶一直都没有时间好好享受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小爱好、小情趣，也只能够利用拍戏间隙的碎片时间见缝插针。谈恋爱更无可能。不过最近逐渐放慢工作节奏的王凯，即使在工作中尽量保持低调，他隐秘的个人生活还是不能够逃出大众的视野。就在前几天，我还曾看到多则王凯携多位女伴深夜买醉的新闻报道。 夸张的标题，糊掉的照片，不禁让人感叹：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当明星实在太惨了。不过一些知情的大家都知道，那时候正是王凯准备要开拔宁波，进组《大江大河三》咋，咋还不能约几个朋友小酌几杯，见个行了？男未婚女未嫁的，还不让晚上一起唱个歌了？现在的年轻人谁 K 歌没 K 到过十二点？至于这样穷追不舍，步步紧逼吗？ 幸运的是，王凯自己活得很通透。既然选择了演员这个职业，那就一定有所取舍，得舍得舍。你从社会得到了这许多名气、荣誉、地位，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，舍弃一部分私人生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因此，现实生活中没有时间去实现的事情，就在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拍摄中体验体验得了。用王凯自己的话来说，工作的时候去把恋爱给谈了。抛开《北平无战事》《琅琊榜》《伪装者》。 这些兄弟戏不贪，清平乐》《青丘狐传说》这些古装剧和现实生活有距离，也暂且不收。咱就看王凯最近几年拍摄的几部连续剧，数数他利用工作之便到底谈了多少次恋爱。呵，这一清算还真是一只手都不够用。《欢乐颂》一二，如果蜗牛有爱情，王凯恩当王子文，尤其是《欢乐颂》取妖精王子文，天天像一只无尾熊一样挂在赵启平、王凯身上。 嗲赵一声声催情似的叫着，他还被刘涛爆料曾在片场冲王凯嚷嚷：“王凯，我让你明天拍吻戏不张嘴。”好家伙，别人都是怕男演员吃女演员豆腐，王子文则是熟人照样好下口。还要放弃我抓紧我与陈乔恩的缠绵悱恻，李微微和陈一多的吻戏要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要照我说，陈乔恩都应该给编剧导演包红包，陈乔恩心里亲不够。 还在拍摄期间，教王凯如何自然的强吻逼咚自己。Oh my god！这场戏里的恋爱谈的，王凯明显有些吃亏。再来看猎狐，一部戏两位女友，前女友于小慧误入歧途，锒铛入狱，惹得王凯噼里啪啦眼泪珠子洒落一地。后女友吴佳琪前仆后继，陪着王凯千里追凶。拍摄期间，王凯和王鸥在非洲一起看了动物，赏了美景，公费谈恋爱，好不快活。他俩郎才女貌。 强力的 CP 感也曾让观众朋友们呼吁汪曼春别追大哥了，跟明成过吧。再之后，王凯沉浸,浸在大江大河的滚滚海潮里，专心搞事业。东海城的命运显然要比自己和陈凯颖的爱情重要，和周放偶有的小甜蜜也总是被残酷的剧本无情的摧毁。希望在大江大河三中，李雪导演能够高抬贵手，让梁思申和宋玉辉不要草草的就把儿子生了，多少有个恋爱的过程。 而要说起在戏里谈恋爱，怎么能够落下《幸福而行》这部年度行业大剧？硬生生被顾南亭和程潇的双向奔赴，王凯和谭松韵的美好影像掰成了一部偶像剧。无数观众都在大结局时抱怨导演王之太过分。四十三集的连续剧，他俩拉扯了三十七集还没报上，还能不能好好拍戏了？还没来得及干点啥事就剧终了，意难平啊，意难平！王凯一句，我俩的戏场场都深刻。 不在心里深刻，就在戏外深刻，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。在一起啊，在一起。话要说过来，人家能不能在一起，还得是当事人的意愿。说到最后，回到了王凯本身。以前这么密集的拍摄，对演员来说到底有利有弊。说实话，演员如果档期太满，对于创作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演员需要好的状态才能带来好的创作。生活是一种充电，演员需要在生活中汲取养分。 否则，表演都是空洞的，不接地气的。王凯早在多年前就悟透了这个道理，因此他慢慢的放缓了自己的脚步，去观察生活，去体验生活。从最初的青春懵懂，到现在的声名鹊起，王凯坦言自己不会因为在演艺圈所处位置不同而发生心态上的改变。不要忘记自己做演员的初心就好了。那么，这样的王凯，大家了解吗？